张脸好奇怪啊。眉毛没画好吗？怪好看的。小六，小六，过来，过来。我肚子疼，你帮我看下包啊。里面有贵重的东西吗？你就是最重要的，你人别丢就好了，好吧？好好给我站着，别动啊，别动。哎，小六，小六，你最近有没有去看那部《正义联盟》那个电影啊？里面特别好看，我跟你说。你不要跟我讲，我没去看，别跟我剧透。啊、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看过了。这样吧，让我再做立功好吧？我今天晚上带你去看电影，好不好？我走了，走。小六，你相不相信我有预测未来的能力？你没预测。你愿意当我女朋友不？不愿意。你看，我早就知道了，你看准不准？哎呀！哈喽，六六，六六，问你个问题好吧？你每天一直跟着坐着，会不会便秘了呀？你看哥哥对你好不好啊？知道你便秘，今天给你买根香蕉给你吃，端到我面前来。不用了，我谢谢你啊。这个不是拿来用的，拿来吃的好不好？什么都想用。哈喽，小六，今天好漂亮哟。这么会撩，是不是撩过很多人啊？是啊。我就知道。但是我撩过的人啊，他们分别是可爱的你、冷酷的你、长发的你、短发的你，还有网吧的你。哈喽，小六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再好好看看。没有啊。你有没有看到我喜欢的人在里面？小六，小六，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，你到底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？愿意。不愿意是吧？我靠，你该不会是想跟我直接结婚吧你？啊，那也行，走吧，回家结婚去，走走走。哈喽，六六。六六，我问你个问题好吧？如果我突然啊牵你的手，你会不会打我？对。那你打吧，那你打吧，那你打。小六，小六，我天天过来调戏你，好多粉丝跟我说你长得像紫霞仙子，你觉得你跟他有什么区别没有？有啊。啥区别？他是电视，他在网吧。在网吧。哈喽，小六，我犹豫了好几天啊，我今天决定扔个硬币，正面朝上我就给你表白。反面朝上呢？反面朝上我就给他翻过来。哈喽，小六，小六，我跟你说啊，当今社会人情浅薄，不要轻易相信你男人的谎言，知道不？比如什么？比如说啊，我不喜欢你。哎，小六，你玩什么呢？哎，你每天晚上几点下班呀？10点。那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啊？12点多吧。12点，这么巧，我每天也12点睡觉。那今天晚上咱俩是不是可以一起睡？哈喽，小六，晚上有空不？干啥去？喝酒去啊。谁来喝酒？其实想跟你喝酒是假的，想睡在你怀里是真的。小六，我发现你之前太过分了，上次我们打招呼你竟然对我翻白眼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咋呀？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连翻白眼都这么讨厌。